我叫你一名地府小鬼，职责是派法勾魂的，让手下的鬼差去执行。但是这一次由于我的疏忽，我的资金链断裂，导致发不起工资，所以眼前的这名下属迫切的想要知道工资什么时候到账。快给我翻译翻译，什么叫马上发工资？这还用翻译？都说了，口袋里有钱了就能发。那你的意思是现在没钱了？意思是老唐没钱，关我犯贱什么事？我敌人我完成了。什么情况？他是不是让你来拖延时间，自己跑路了？刘文健，你跟着老唐一个月了，你看他连佛门都敢硬刚，怎么会是不发工资就跑路的怂包呢？再等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哦，那就是会发工资，只是比较晚发了。如果要给这个比较晚一个期限，我觉得是一万年。一万年过几度旋？我刚刚看到老唐一头栽进轮回门里了，论出国了已经。他为了不给我们发工资，竟然跑去轮回了。那我们这一个月的辛苦算什么？算义务劳动。老大，大不了工资不要了，我们回阴定营做回老差事吧。也好，人不可能总是倒霉吧。你们已经被阴兵开除兵籍了，还是回去继续要债吧。啊，四军可是轮回门都不敢说的鬼，不可能轮回的。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奇怪，上次来这里很顺利就找到我认的干部，今天怎么看不到人？这轮回门怎么在喷射我？犹如正在喷射的战士们，想要将我立马赶出去。这个邪影太恐怖了吧！糟糕，这破地方没有着力点，这次不会真的要被轮了吧？哎呀妈呀，给我干哪来了？这还是国内？老唐，你是要转世当畜生吗？要不是本座拉你回来，恐怕你现在已经是凡间的一只牛马了。我上次来不还好好的，怎么这次出现这种情况？轮回门内分配亡魂的去向有轮回文书指示，如果没有轮回文书就会随机分配，适合哪一道就容易被哪一道吸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本性更接近畜生道，就会出畜生道了。我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不就是让手下的鬼差努力勾魂吗？不就是一时没给鬼差发俸禄，这就是福报啊，怎么就畜生？本座觉得这畜生你当之无愧啊。对了，娘娘，我有事找你帮忙。你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你试着把力量注入我给你的平心令。地府宝藏价200万元，好浓郁的功德。秦广王他们为鬼差发放的功德都来自这里。没错，如今的你掌握着地府的所有功德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让你不要轻易拿出平心令？随身带着一座金库，万一被人盯上，你可是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娘娘大恩大德，卑职无以为报。今后这整个地府都是你的，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去吧，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。这娘娘，孟婆让我传句话，说她想你。肯做知道了。同样的错误，我可不会犯第二次。孟婆，我见到娘娘，她很好，不用担心，话也给你传到了。谢谢。作为报答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淘宝限时秒杀频道开始了，全场商品限时1元起，东西不仅便宜，还非常全。像这瓶可乐，现在6瓶只需要6.9元，超值！哇哦，最喜欢超值的商品了。现在只要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或者视频框下的浮窗，就可以直达会场参加活动抢购啦。而且乐事薯片5包只需要4.99元哦，还有清风超值3包只需要2.99元。像这样实惠的价格，上淘宝限时秒杀频道还有更多哦，全都限时1元。快去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老黑，这么多阴兵围在十九司，对我勾魂司的名声影响不好吧？别闹了，七哥，自从提拔了老汤当司君，勾魂司哪还有名声。哎呀，秦广王神秘兮兮的，迟迟不愿出手，说是要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但这十九司这么多阴兵也不能放着不管。八弟，要不你去看看。七哥，我除了偷吃你的鸡腿，拿你的袜子穿，用你的洗发水外，又哪里对不起你吗？这些不算吗？没想到你竟然要为了这点小事害我。我们的兄弟情呢？怎么就害你了？我作为勾魂司的长司，去了也拿不出200万功德，这不是拉仇恨吗？那可是20000阴兵啊，要是发起狂来，一个冲锋兄弟我就无了。七哥，你最会说话，要不你去安抚他们。突然想起来家里煤气没关，我先回去了，他们爱咋咋地吧。而在十九司外站了好几天都没等到你的出现，看戏的四军和鬼差越军，你们倒不如宣了这个四军点，再到老唐行宫里面看看有什么宝贝，挣点本位。想象一下，老唐这个说好乌龟回来一看，加倍人潮，当场抱头痛哭，那画面不比春晚好看多了，想想都高兴。姐，敢对四军不敬，走死！这小子是个人才啊，在老唐手底下吃了这种苦，还能维护他。他是不是被老唐 KTV 了？不是，叫什么 UFO 来着？哦，老唐四军来了，快把他围起来，别让他跑了。身处20000阴兵中心，感受着恐怖如斯的威压。毫无疑问，如果我拿不出功德，马上就会变成一团在地上抠也抠不出来的马赛克。还以为老唐是个鬼熊，没当是个傻鬼，这个时候还敢回来。刘文健，你是在质疑我？四军这一个月了，兄弟们早出晚归，毫无言语。十九司的亡魂勾得一个不剩，而到发工资的日子，你却完成了十种，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本来想。以普通鬼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输赢。不装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从今天起，加入我们十九司的鬼，工资全部翻倍。别信他的鬼话，上个月俸禄都没发，有这好处还得看看能不能拿到手。就是，冰好吃，但不顶饿啊。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只是想要工资。本司一言九鼎，说了马上发，绝不会放你鸽子。
珍宝大帐第五宝大帐第五元。他哪来那么多口袋？真就活光了。他刚才说下个月鬼差的俸禄要飙到400万口袋，这狗东西要是真拿出什么的，我们的麻烦就大了。三姐，你这是俸禄翻倍，包不包括我们？我觉得应该包。我等于原接受四军的处罚。各位兄弟提起，以后我们十九师每个月最后一天发俸禄，但凡迟了一个小时，我轮回谢罪，多谢四军。只要给狗加满费，捉牛捉马无所谓。拿这狗东西当鬼差是地府最大的错误。罗干，你这个狗混是个罪，这祸还是你招进来，这波你全责。少少吧，老大，外面全是鬼差。这四军辈子这么生死簿上已经没有红名亡魂了，多半是被十九师的人带走了。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，我要不趁早投胎去吧，还能有个好人家。这小子去打击轮回门了。我猜对了，李文，我们地府要崛起了。轮回门内的功德，只有平心娘娘能够支配。老唐回来一甩手就200万功德，这是娘娘在帮他呀。你是说娘娘一直在看着我们，并谋划这一切？没错，老唐就是平心娘娘看上的人，咱们以后别掺和他的事了。他要做什么，全让他自己做主。好，这样能完成娘娘的谋划，别说勾魂司，想当阎王爷都让他来当。